我们关心的来自民雄乡的消息，民雄新团二手册店创办五周年，今次特别和嘉音英语民雄分校在母亲节当天举办的英文的闯关游戏，同时推出着30万的购书券优惠活动，只要民众购册达到200块，就送100块的购书券。在大哥哥、大姐姐担任关注，爸爸妈妈带着囡仔进行着闯关游戏。这个是民雄新团二手册店和嘉音英语民雄分校举办庆祝母亲节活动，而且闯关的关卡拢和英文有关系。这间位在民雄铁桥路路边的新团二手册店，是台北世贸二馆馆长退休的黄金山所创办，强调是知识传播和传承的所在，而且举办文学奖。目前除了暗时有20多名的大学生轮流帮清寒学生免费课业辅导，每个月第二个拜六下晡，各师资免费英语教学。那因为今天其实是刚好结合母亲节，我们有这个活动，想说其实妈妈、爸爸他们平常其实都工作都很辛苦，其实没有办法去知道说孩子他们平常可能学习的成效，那所以我们才会想说，因为跟二手书店这边有长久的合作，所以我们想说就把一些亲子活动有关于英语的部分带到这边来。那这些小朋友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这是在有在分校推，我们也有对外推，那今天其实有一些对外的家长过来，其实我们还蛮开心的，因为我们的重点其实真的在于说，如果能有更多人去学习到英语这一块来讲的话，其实怎么讲，他们在学校或未来的学习上来讲比较不会那么的辛苦。新团二手册店也届满五周年，除了举办母亲节庆祝英语闯关，黄金山阁宣布推出30万的购书券优惠活动。即起到五月底，在新团二手册店买册200块，就赠送100块新团册店的购书券。周文静提供买200送100，让你以百货公司储备一年所需的礼券来做后续一年足够发展知识的资本。来使用，那欢迎各位乡亲一起来把你的知识资本累积起来。黄金山强调，册店未来将向社区文化共同发展，做伙加强下一代的知识和力量。在新团二手册店在民雄火车站附近，车询电话是0522600908。新闻控调洪民雄乡采访报道。